现在我们试一下啊，这个标签，这个套上去，套到底啊，套到底，然后，因为这个空瓶子太轻了，我们装了点水在里面，放在机器里面去试一下，走一下，看看效果。刚开始温度没有，不敢开太高，担心这个把产瓶子烤太坏，烤坏掉。看看出来的效果啊。出来了，很漂亮。然后水还是冰的，里面很凉，很凉的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哪里不平整的，都很平整啊，凹凸有形啊。我们再试一个啊，再试一个，这个放进去，然后从这里放进去啊。这个是用的小功率的12千瓦的7公斤的蒸汽发生器，然后看一下出来的效果。好，出来了啊，看一下啊，非常漂亮啊。然后这个有形状的地方，有形状的地方也是有形状的啊。